是我，那个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考核通过了。是不是很佩服我这样的天才？嗯，祝贺你。你下班了吗？我在你家门口呢。你去找我了？没有，我刚巧路过。你几时有空啊？我于情于理都应该请你吃个饭吧，答谢你一下。今天不行。 我在外地出差。喂，你要是不想来就直说，可别拿话搪塞我。真的在出差，等我明晚回来再一起吃吧。哦，那好吧。嗯，明晚见。各位。 列车即将到达白洋县站，请在白洋县站下车的旅客拿好自己的行李，准备下车。肖奶奶，好久不见。沈莲，哎，哎呦，是我。多少了，都没见着你了，快认不得你了。嘿嘿，小莲，我给你倒水去。奶奶，你快坐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坐。你坐啊。哎，哎呦，你看看你。 小莲，知道小袁在哪儿吗？有1年了，他跟我没信儿了，打手机也打不通。有人说，他也出事儿了。不怕，告诉我。奶奶，小袁一切都好，前几天我还看到他了呢。哦。 那就好。他是不是遇着什么麻烦事儿了？这么长时候了，他怎么不回家看看奶奶？那小袁最后一次来看您是什么时候啊？我快1年了，那会儿我正好病重，差点去了鬼门关。他就那次回来，不声不响，给我放了10万块钱。小袁考上大学那年，我病得才狠呢，做手术、住院，家里钱像水一样花的，哎，就那会儿。 可苦了他了，他非要出去挣钱，说给我看病。他在外边也没个大学文凭，能找着什么工作？找的那工作不都是下大力的？拗这孩子就是不听我的。怎么才来啊？ 今天我做东，怎么啦？我领了1个月的工资的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1个月的工资只有2000块。2000块请你吃个饭还是够的啊！而且我升实习技师了，下个月就可以领业绩奖金了。请你吃这顿饭呢，主要是向你表达我诚挚的谢意。按规矩，我先敬你3杯。 谢谢你倾囊相授，如果不是你好好教我，我也不会这么顺利的过关。我记得你以前不喝酒的。以前不喝，现在喝了，而且有的时候工作也需要。一个姑娘家的，有什么好工作？一下能挣个10万。她那次回来。 都不像他了，抽烟喝酒，他都会了。村里的人还说他学坏了。哎，这孩子就放着学，上了一半不上了，就为了我这个烂命。早知道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 第2杯。求多伤身，心意我领了。你跟我不用讲这么多规矩。哦，对了，这是还你的713，给你。说好3杯就3杯。 我江小媛呢，从来都不占人便宜，而且我还言出必行呢。江小媛，我们谈谈。哎呀，没什么好谈的，你又要提以前那些事儿啊！我只想好好请你吃饭，而且每个人都会有秘密。 我不去打听你的，你也别来打听我的，不行吗？我没有义务事无巨细的向你汇报我的人生吧？对，你是没有这个义务。那么关于以前的事呢？你就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难道原来的江小媛和他之间有什么恩怨或情感的纠葛？没有。 但我一直在等你来问我，问我为什么6年前没有去赴你的约，问我为什么突然不告而别，再也没有回过白洋淀，问我为什么明明知道你需要帮忙，却一走就是4年，即便回来了也没有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。关键是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呀。 江小媛，你言出必行，我自认也是。但我偏偏对你失了言，你就不想问我一句为什么吗？哎呀，不说了不说了，吃饭吃饭。江小媛。 要是你怨我没有履行约定，你打我骂我怎么撒气都可以。但你能不能别像现在这样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啊？你有完没完啊？我都说了我不想提之前的事情了，而且我之前也跟你说过了，你也不相信啊。祁连，我不过是请你吃饭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我知道你对从前的江小媛有愧，你念念不忘才会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对我好。但是我也跟你说了，我不是那个江小媛，我不知道她从前发生过什么，更不可能代替她向你做出任何回应。如果你觉得你吃亏的话，大不了我们就一刀2断。江小媛。 你还是不明白，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吃过亏。这么大的伞，就不能两个人一起打吗？ 无助的时候，嘿，还有我。不问了，不问了。以前的事我都不问了。乔小媛，虽然我们回不到过去，但以后还是可以做朋友的。 对吗？你先放开我。坦率地说，我在这个世界上无亲无故，确实很需要朋友，而你又是第一个，也是主动向我伸出援手的人。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把我们看作是重新开始的朋友的关系，而不是你跟旧情人回不去从前的退让。我跟他不是一个人，你能明白吗？我明白，我答应你。朋友之间是要两肋插刀、赴汤蹈火的，你要不要想清楚了？你有需要都可以来找我。我说的是有来有往，不是我单方面占你便宜。 你一向公道，而且言出必行。行，那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是朋友关系了。嗯，朋友。 虽然不知道他和原本的江小媛发生过什么，但是幸好他知道真相后还愿意和我做朋友。欢迎光临！哎，丽丽，兰姐你来了啊！再给我洗个头。好啊，走。好。 欢迎家族光临！欢迎家族光临！杵这儿干什么呢？哎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后边去。凭什么呀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玲姐，他是新人，他不懂规矩，还不好意思啊。干嘛呀？你怕他干嘛呀？哎。 我们的站位是按业绩排的，上个月，玲姐是第一名，而且她是我们所有洗头里头资历最大的，我们都非常尊敬她。啊，洗头还得论资排辈儿啊？那这么说的话，我们都得被压着呗？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，一年又一年，习惯了就好了。林姐，王哥在门口等你给他洗头，这边请。行。您就用我跟你说的那款洗发水，真的特别好用，也特别适合您的发质。慢走。不是吧？一个都没接到？怎么可能接得到啊？站在后面的又抢不过站在前面的，而且客户也知道，越站在靠后越没有什么经验，宁可多等几分钟，也要找那个小林姐来写。欢迎光临。来，你帮我洗头。啊，我有点累了，真你去。去。 力度可以吗？可以。哎，这里又酸又胀。哦，我看你眼部红血丝有点多，我帮你按几个穴位，有助于缓解疲劳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你别说，好像还真有点效果哎。是吧？啊。 那我再帮您多按一会儿。哎，小姑娘，我记得你们陈总是不教按摩手法的。哎，我是有好多年都没有享受过这么好的待遇啊。哎，怎么，你们店里是搞改革了吗？以前没人会吗？不是没人会，是点穴按摩难度高，学艺不精就出来瞎按一气。 我们客人的体验感就很差，哦。后来索性都不教了，只要求你们把头发洗干净。不过，你的手法很厉害呀，那么多人就你一个会吧？再厉害也没有用武之地呀，还得碰到像您这样赏识我的人才行。你洗得非常好，下次我来呀还找你。谢谢啦。 哦，对了，我是27号。好。对呀，我也可以发展自己的专长，拉到我自己的熟客。啊！你不去迎宾，你拉着我干什么？哎呀，我想通了，咱俩这么干等没用。你想啊，业绩越好的人，他位置越排得靠前，那他接触的客人就越多吧。 对咱们这种新人很不公平，咱们接触的客人太少了，很难爬上去。但是你也不可能开始摆烂吧？我没摆烂，我是要打破游戏规则。咱俩的水平不比别人差吧？得想办法让客人知道啊。让他们怎么知道？我已经想好了，告诉你啊，我觉得吧，咱们俩可以，然后那个就是，你觉得怎么样？ 小姐你好，这是你的果盘。你们这儿还有果盘呢？没错。你好，这是为您准备的果盘。哟，你们还有果盘呢？当然。如果您对我们的服务感到满意的话，麻烦您能不能在网上给我们个好评啊？如果要是能提到我们这些新技师的名字，就更感谢您了。我叫江小媛，你也可以叫我27号。行。哎，谢谢您。 你好，我是新人技师27号，我叫江小媛，希望您能记住我。谢谢。哎，你这么按还挺舒服的，你工号是多少？啊，我是27号，我叫江小媛，希望您能记住我。您里面请。欢迎光临。我找23号。啊，是我。走吧。您这边请。 刘姐，你看这条评论，我是这家美发店的常客，一直对店里服务非常满意。今天店里来了一个伶俐的妹妹，按摩手法特别好，穴位点得准，推荐加班洗头狗一定要找她，认准27号。哎，你看还有这条呢，听了建议找了27号，果然不错。我就说今天客人怎么都找他俩了。 这两个小丫头心眼挺多呀！是啊，怪不得。哎，欢迎光临，王哥，里边请。小玲，我想今天找一下你们店里的27号。啊，27号不在，还是我来给你洗吧。啊，不在啊。我在呢，我是。你好，我是27号江小媛。走吧，洗头了。啊，听说你按摩手法不错，我找你来体验一下。好。 你是不知道他今天的脸色有多难看，简直大快人心。我跟你说，我那个洗发店，我前面有这么多人，然后我站在这儿，每次每个客户进来都不找我，我一个人孤零零站在这儿。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？现在是，我前面还有这么多人，我还站在这里，每个客户进来都拍27号，别提有多爽了，你知道吗？ 你看我干嘛？在吃啊！干！哎，这下看谁还瞧不上我！才不到1周的时间，就拿到业绩第3了，连在咱店里的客流量都比之前多了好多。我听说好多人都是冲着你头皮按摩来的。啊，马马虎虎吧。哎，不过这个头皮按摩确实广受好评的。哎，老板，你要不要考虑增加一条业务线，给我涨涨工资啊？你想的倒挺美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接下来这几天呢要去重庆总部开会。 我不在这几天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别惹上什么不该惹的麻烦。哦，这店不是你跟祁连的吗？怎么还有个总部啊？我这是连锁加盟店，大事肯定要听总部的呀。哦，店里的事呢，我暂时交给海伦了。你没事少去找找他，有点眼力见儿。嗯，有点眼力见儿。啊，眼力见儿。 嗨，好的。还有呢，我临走的时候再告诉你一个小道消息啊，下个月咱们店里会空出2名初级技师的名额，如果你拿到这个月的业绩冠军的话，你懂的。初级技师是干什么的？吃的，就饭吃的。我给你科普一下啊。 初级技师不仅可以涨工资，还可以学美发，可以让职级比你低的人给你打下手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才来这里1个月，就通过自己的努力爬到了这个位置，多有面一件事儿啊！以后谁还敢欺负你？对啊，行，我干。加油！耶！那我先去忙去了。去吧。 里面请，我给您倒杯水吧。嗯，好的。您坐着稍微等一下，一会儿海伦姐就回来了。好，嗯，谢谢。哎，等会儿，给我一份蛋糕。哦，不要花生酱的，我对花生过敏。好的。 欢迎光临，先生，里面请。 江源，海伦姐那边的客户让你接待一下。姐的客户为什么要找我接待啊？你红呗，不找你找谁呀？你好，是需要我先帮你洗个头吗？哦，不用，我等海伦回来。哦，好的。哎，等会儿，我要的蛋糕怎么一直还没有来？哦，好的，您稍等，我马上给您拿。 你才吃饭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咱们那个出奇技师人气榜已经初步成型了，我觉得咱们还可以拍点有趣的视频，然后增加一下网上的传播量，懂吧？到时候会有很多人慕名而来，专门打卡咱们网红技师的。小袁，你很聪明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那么做了。咋啦？ 上次你抢了玲姐的客人，这个月如果你的业绩还超过她，她一定会特别不高兴。其实玲姐平时都挺照顾我们新人的，我觉得我们这样做不太好。你怕她干嘛呀？咱们各凭本事做起来的业绩，得罪谁了？我先走了啊。小袁，啊，那个蛋糕。玲姐，看什么看啊！别多事儿啊！过来。您好，您的蛋糕。谢谢，不客气，请慢用。有事您再叫我哈。哎，等会儿，怎么了？你们怎么回事？不是说了我对花生过敏吗？还给我拿花生酱的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们故意的吧？你就等着被投诉吧。 客人花生过敏，你怎么没跟我说呀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他又不是我客户，难道你接客户之前不问问人家有什么忌口吗？你先别走，你知不知道花生过敏严重了会导致休克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别血口喷人啊！什么来着？ 幸好今天客人没什么事儿，小林，你身为一个老员工，你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吗？还有你，平时口口声声的说凭实力靠本事吃饭，今天却当着那么多客人的面在那闹事儿，专业吗？都知道店里有晋升名额的事儿了哈，都有自己的小心思。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两个，取消你们两个晋升的名额。 这个月的业绩统统清零，凭什么取消我的呀？就凭我是代理店长，你要是不服，辞职滚蛋。小袁，你不要再跟玲姐他们斗了，他们是老人，新人是不可能斗得过老人的。我在这个店里最信任的就是你，我是真没想到啊。 我也没办法呀，小远。玲姐都跟我说了，如果我要是坏了她的好事，她下一个针对的就是我。所以你就袖手旁观吗？对不起，小远，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现在这样。咱俩不是一路人，你走吧。 我真是脑子坏掉了，这只是个穿越的世界，我干嘛要这么在意？还是找到回去的办法要紧。你们身边有过突然消失，再也找不到的人吗？我的同学小许和我是高中3年的挚友，但有一天，他凭空消失了。我的同学、父母、老师都不记得小许了，他成了只存在于我记忆中的人。 祁连，我怎么突然又晕倒了？医生说是最近太过疲劳，免疫力下降，由情绪激动引起的。嗯。啊，今天的事我都听说了。 有需要我帮忙的吗？一点小事而已，我自己能搞定，谢谢啦。好，我相信错不在你。先把药吃了吧。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？我们不是朋友吗？我知道了，等你发了工资，会一分不少还我的。你知不知道花生过敏严重了会导致休克？什么都不知道，别血口喷人啊！我血口喷人，抓谁呢？家的就是干。洗头妹小玲在明知客人存在花生过敏的情况下。 仍旧为客人准备了含有花生成分的点心，并借由不知情的同事之手将点心送到客人面前。所幸客人及时发现，并没有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。像洗头妹小玲这样为了一己私欲拉同事下水、不负责任的行为是不江小媛，别以为我不知道啊，这视频是不是你做的？你是想害我丢工作是吗？什么视频啊？什么跟什么装什么呀？有完没完？干什么呀你们？ 造反了是不是？都不用上班了。你出去！我告诉你啊，从现在开始你停职查看，店长回来之前你不要来上班了。喂，佳媛，网的视频到底是不是你传的？我会发那种视频吗？小玲办错事，我回去我会处罚她。但是现在你把事情闹成这样，不仅店里的名誉受损，就连总公司的人都会惊动，到时候不是我能收场的。我都说了，那个视频不是我发的，做错事的明明是小玲，现在大家都帮她，合着就我一个人是恶人是吧？陈老板。 我是想好好留在您店里做事儿，但是要是这么冤枉我的话，那我也别干了。如果时间重置，还敢一起吗？ 旅程的开始，你会等着我吗？无边的黑夜，远处的灯塔，是你在为我指引吗？有我。